段。其实说到越剧啊，大家更熟悉的是《红楼梦》里贾宝玉和林黛玉。我们今天能不能有幸欣赏到那个脍炙人口的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》呢？千丈自尽心。
啊，中文名叫做相术上的黄丝带。谢谢。Thank you.
用你的心，你把我爱一下，很简单。然后如果我能唱得让他们都来亲我的话，我就成功了啊。
樱花又开放，照亮我的梦，我一想
要谢要谢。
下面我和凯瑟琳为大家演唱一首中国的民歌《纤夫的爱》，献给在座的朋友，谢谢。
通过大家掌声呢，大家我知道大家都对这个《红灯记》比较熟悉，但是我替主持人呢再补充点呢，就是钢琴伴唱《红灯记》和什么交响乐和京胡拉都不一样的，难是难在钢琴上。为什么叫钢琴伴唱《红灯记》？我是伴唱的，吴建刚老师是真正的艺术家，大家把掌声。因为钢琴伴唱《红灯记》，钢琴弹京剧非常难的，至今呢，在很少有人敢弹这个钢琴伴唱《红灯记》。再次掌声，谢谢吴建刚老师。另外呢，今天这场晚会呢，神秘嘉宾有一位，我隆重介绍一下，就是我们北京原北京京剧院的国家级的优秀的青年演员。吴燕老师，他呢是在北京京剧院，原是中国戏剧学院做科七年，在北京京剧院从事了四年的这个专业演出，那个曾经在希望之星国家的希望之星大奖赛拿到一等奖，代表国家呢出国法国各国家演出过，他现在移民在悉尼，所以今天呢这场晚会把他隆重请来了作为嘉宾，所以我希望让他跟吴建刚老师再来一段《红灯记》选段，都有一颗红亮的心。谢谢程杰老师邀请，今天非常荣幸跟有幸跟吴建刚老师合作，您都拖着我点儿，吴老师。今天为大家演唱一段《红灯记》选段，都有一颗红亮的心。
接下来请欣赏青藏高原。
请全体嘉宾上台与演员合影留念。